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曹大元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九届畅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决赛三番胜负的第三局，是由这个陀嘉熙三段对阵陈耀烨九段。曹老您好。哎，你好，棋友们下午好。刚才陈莹给大家介绍，今天我们将要介绍的是第三局。嗯，那么这个也是决定本届那个畅棋杯归属的就是这一局棋吧。昨天呢是陈耀烨扳回一局，那么在三番胜负这样的流程中呢，一般来说第二局赢的人呢可能第三局的胜面稍微大一些。对，应该是有数据统计的，因为三番棋的话一般来说第二局谁赢的话第三局呢应该可能60%左右吧，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率。主要我觉得跟这个赛程是不是也有点关系，更有关系了。对，这次的赛程昨天下了，然后今天又下第三局。昨天刚下了第二局，好像三番胜负一般都是这么排的，就是第一局完了之后休息，然后连下两局。近几年都是这么排的。难道之前您下这个冠军争夺的时候，都不是这么排的？就是下一天休息一天，那是最起码的。不，如果像就是日本的以往到现在排的比赛三番胜负的话，如果是第二局下完第三局的话，起码隔一个星期嘛。嗯。那么我们现在因为中韩的比赛太多了，对，现在的就是排的三番棋的决赛基本上都是这么排，就是第一局跟第二局之间休息一天。然后第二局跟第三局之间呢是没有休息日的，连着下。他这个是个什么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日程太紧张了，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么多休息天，对，如果说对一个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的这个第三局给他排上还休息一天的这个日程，觉得有点奢侈。哦，那就他有可能没有走啊，对，他有可能就是根本就不存在有这个第三局，2-0就完了。嗯，所以现在排的比赛都第二、第三局连着下，确实这个对棋手的体力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考验。对，所以说就是第二盘赢的这个棋手呢，他这个最终那个拿冠军的可能性概率就更大了，就比以往可能更要大，因为没有他没有调整的时间，输的那一方没有调整的时间。会就心理上跟生理上都会很疲劳。嗯，而且这个本届畅棋杯呢，在我印象中第一局啊，陀老发挥的挺好的，陈耀烨好像完全不发挥，但是经过一天的调整，他马上就可以把这个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对，是啊，然后昨天还进行了长时间好像很多手的一个奋战，最终呢是陈耀烨应该是小胜五目。那个不算小胜。昨天的盘棋陈耀烨下的挺轻松的，因为陀嘉熙有一个局部判断也有点失误。哦，就是陀嘉熙一直处在一个落后的追赶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我们所以今天是希望双方都能有好的状态，给广大棋友奉献一盘精彩的对局。对，因为他们俩确实一个89年的，一个91年的，相对来讲年轻，而且恢复啊，这个应该比较快。好像他们目前是不是等级分排第一、第二？对，第一、第二，而且都是那个围甲中信北京队的队友。啊，所以，说。起码从等级分排位这一点来看的话，说他们两位其实代表我们中国最高水平，可以这么说了。但是如果这样，您这么讲的话，起码就是说从这个指标上，等级分的指标，目前等级分是这样，但是会有很多小棋手不服，例如周瑞阳、范廷钰，我觉得都不服，还有姜维杰。不服是这样，这个不服，那你等级分你就往上赶呗，对吧？对。那他我相信他们三个人在很快就能赶上来了。那也得看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造化吧，应该说。那小杨是已经就是以前是等级分第一嘛，现在是被追赶。是啊，那再追回去。再反追赶。对，就这样情况就比较好。追赶反正大家就在这螺旋形的这个状态中就提升。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战的对局。对，本局呢是重新拆先之后，陀嘉熙执黑。这个
虽然没有看见网络上对他们拆迁的报道，大概应该是这个陈耀燕取得了选择权，他选的白起。哦，哎，昌吉杯是可以选的吗？应该也是可以选的。啊，是猜中了之后。应该昌吉杯应该跟应试杯是一样。应试规则它本身就是可以，就是选黑白，就是猜对的，就是比如说我拿了一堆纸给对手猜，对手猜了单或者双，他如果猜对了，他有选择黑白的权利；他如果猜错了呢，我有选择黑白的权利，就这样。哦，那就是说，有可能是陈耀烨猜，哎，不对啊，肯定是陈耀烨抓子啊，陶亚希猜错。猜错。啊，所以他有选择的权利。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应试杯呢，就好像从这个用时规则到这个赛制选择黑白，都跟别的比赛有所不同。对，尤其是用时的规则，对，它是没有读秒的，对，那个延时罚点，可以罚到6点。不过他们两个人都算是快枪手，所以好像这两盘棋都没有罚点，是吧？是。这个是黑棋，实际上现在用的这个两个开局最近很流行，但是好像是这样更为流行一点，我觉得。那如果那样的话，没准就是这样了。是有可能，可能棋友们对这样的一个棋形比较习惯。对，就是这个方向比较习惯。方向上这个比较习惯，右上角是白棋挂星位，然后黑棋小飞，那么，下一步白棋有拆三的，也有飞的。本局是换了一个方向，那个是小目，那个是星位，然后他这个是星位，然后也依然守着，然后他挂，这个反正是都是一阵一阵的，我觉得这个流行了，以往这个棋都是分头的，那我觉得是10年前了，十年也许没那么久，就是。也许就只有5-6年前吧，还是下这个分头的多。我觉得我那个时候，01年的时候，好像都是下分头的。01年下分头。对，而且对于这个局部的变化，经常下，就感觉是定式一样。对。还起一步，然后拆三，然后一打入跳飞，然后飞一小尖。这个现在好像不怎么看得见。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棋形90年代的时候，在韩国的国内棋手中。国内棋战中出现特别多，对，我说的是这个啊，这个是尖，对，这个小尖，白棋小尖，黑棋拆二，对，然后再贴，来跳，这个好像我下了很多盘，30-50盘肯定有了，你就下了30-50盘，对，好像那时候我下黑棋我就这么用心，小目又小，然后我下白棋我也只会也只会这样，但是好像是。5-6年前，也许是反正10年之内的吧，这个棋就开始变成了白棋是挂这个了。挂这个，当时出现了很多的是黑棋是二尖低加。对，那是一开始大家都是加工的。是吧？然后白棋是反加，是这样吗？对，然后黑棋再压。是吧？对。然后是点脚了再搬吧，点了再搬，对，点了再搬是这样，他就让黑棋不能藏这个，因为你单搬黑的肯定是藏这个，你再点脚的话它是虎下来，这个局部的定式是这样的，你不无论是飞回去还是爬回去，好像爬回去的居多，这个棋形，那么是再吃一个，这两个损了。白棋绝对是省了，但是没有这样交换的，应该说下不成这样。就是你单点脚的时候，对啊，然后黑棋肯定是挡这边，挡下来了。这棋，我们现在摆的是变化图，不是实战，就是他搬这个，他也回下了，这下了很多。后来觉得，应该觉得这个定式是不是白的还可以？然后打吃，不要谁不好，反正就不下了。后来，对，后来最近就几乎就没有下。那是不是把这个吃了呀？也有吃这个，也有吃这个。然后白棋是虎下吗？然后再压。
让这个要跑出来。好像大家都可能觉得这个白棋在右边构成这个棋形，白还比较满意。嗯。其实是不是也是两分呢？走这边，然后黑棋再从这边走。好像还是觉得白的稍微好下一点，因为这一带还有利用，就这地方有个断。当时断的话，就不是一定马上断。就断这个，你都吃这个的话，我这个跳是先手。这个跳是先手。跳的话，我就刺，这好像刺不着吧。这个刺不这个然后我就是这个跳子先手的话，它可以出来了。嗯，可以出来了。嗯，它这个棋味道不好，这一代的味道很不好，对，就是说啊，味道不太好，所以说不太喜欢，还是喜欢白的。我也喜欢白的。那个棋形，如果说是这样的话。这棋还可以有打这个的，就是啊，打这个，那黑棋那白棋把这藏出来啊，白棋藏出来，然后黑棋还可以提这个，吃，再吃啊，然后能提了，然后再从一路提这个，他这一路吃，这不是可以争死吗？不，这个我提掉，真不是，他只有压这个，然后再压这个，但是棋白棋的话，这个图。就是可能也有一点点不满意的地方，就最好的话是白的是直接就把它争掉，这是最好的。就当时的时候，打是这个时候，白棋就一争就能把它争掉。那接下来黑棋就不这样下了是吧？对，不太能这样下。这样下的话，它可以接上。就刚才你那个这个棋这个定制是这样。你再打吃我直接就粘上了，粘上你好像这地方受不了，我打了退回来，那补这个，这样的话我就把这个提了，这个白棋还可以。然后还有这样的变化，一下这个跳下来也是先这个变化是不是没有在大家实战中出现过？就觉得白棋好嘛，所以黑的如果中指有力的话，黑棋这个下法就是不太成立，就是黑棋打出这个的下法，换句话说就是这样，就这个棋也要白棋中指有力，就是白棋这么下比较好，白棋中指不利的话会被黑棋打对，打吃时候他跑，他要跑嘛，是这样。那不然现在都不怎么下，就是说可能大家都觉得黑棋啊，二尖如果用二尖低加的话会遭到白棋的反夹，后来白的一个反夹在这儿的，好像强浩特别喜欢下这个。对，因为这个，就白棋下这个的话是，就是对你说的对，强浩比较喜欢下。就下这个的话，可能后边的结果比较简明，不像刚才那个，有比较就是繁琐的一些变化，局部变化。这这棋如果你走这个那样的话，直接点，它是拖的，好像拖的。那拖的这个有扳吗？还是补一个算？扳它好像也是退。他这一手还差不多，因为你接这个他还有搬出来的味道。你是说点脚下点脚哪个好？我是想这个不是远了一路吗？远一路不就爬回来了吧？爬回来，远一路是你说的也对，点脚也可能是点脚的话，如果你走这我就爬回来。对，你这可以，远一路比跟近一路比的话总远一路好。这个比较简明，白棋二尖高反加也比较简明，然后这个呢似乎黑棋也没什么好的特别好的理想的结果，就黑棋中指有力可能刚才那个图还能下，那现在也基本上不怎么用二尖低加了，都是黑棋都是下下这个实战黑本局实战也这么下的。然后白棋也飞进去，白棋飞进去。看到这个棋形，然后又想到了风靡一时的这个碰啊，然后搬了粘上。对，其实现在也还在下，也是很流行的，还在下，就这个碰。那这个本局为什么没下？其实我可能觉得就是
作为队友来讲，天天在一起研究棋，可能 对大家会的都差不多，都会比如说对、我们研究的刀啊什么或者套路，那性格什么也很熟悉，对，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棋怎么下了，突然间不会，是有点难下，就太熟悉了之后啊、其实我们下棋的时候，你可能应该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特别想知道对手怕什么，不怕什么，因为其实有些结果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是两分，双方棋手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因为棋风的或者个人风格的不同，可能某些棋型有些棋手就极度的不喜欢这个图形的黑棋或者是白棋。这样呢，你知道他不喜欢了呢，可能你本来也许也担心对方会下出这个图形，你也不太喜欢，但是既然对手不喜欢，你也不用怕。比如说，这个飞，陈耀烨可能知道这个陀嘉琪不太喜欢这个碰，可能我是就是说提供这一种参考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别的其实很擅长一下这个靠的话，他不一定敢飞，就反过来就是这样。对，所以说就是经常在一块摆棋的话，这个在决赛中相遇啊，可能就是这心理上啊有点就觉得不知道，对，就是不知道对方什么不会了，因为天天在一起。对对对，是这个气氛上是有点不太好，因为太熟悉了确实不太好。因为现在棋手的可能一些比赛条件或者说住宿条件都好了，就棋院的宿舍也会单间，然后一些棋手也会在外边也反正也有买房的租房的。我记得是那时候我和于斌下冠亚军决赛时，我们两个人还住一个屋，在国家队的宿舍是一个屋。那当天晚上的气氛是不是特别不好？反正不太好，就是那如果说在比较低级，就是低层面的一些比赛，比如32强这样的话，那经常会碰见。对，那个时候那没关系，那也不是很舒服。就是说第二天就要在棋盘上比赛了，就是。头天晚上睡在一个屋里，总是有点小问题。那也有关系吗？反正我觉得32强还好，到了冠亚军的时候就不一样。确实是，就是比如说像这样的比赛，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应该两个棋手都不是不，可能是分别坐，应该会分开坐的，就是不太会情愿坐在一张桌子上。那么这棋呢是，陈耀烨是很大胆的飞进去了。这飞进去是这样，如果这样定型，绝对白棋便宜。目前的，就是围棋理论对这个基本上有定论，都是白棋就是黑棋先占角的，这个效率不高。因为它是先占角的，然后如果你脱先了，白棋能够走到这个呢，白的应该也挺满意的。就如果能走成这个交换，等于相当于。本来是黑棋先占角的情况下，现在变成白棋先走了个33，你挂这个，我猜啊，你再猜啊，这个图形呢，这两个当然没什么疑问，肯定是黑棋便宜，本来你应该挡住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有限的一个便宜，起码说这个是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本来你先占角被白棋先得了，先占居角了。对，而且呢，我觉得如果下成这样啊，就是新小目无忧角这个布局的威力啊，就完全发挥不出来了。对，但是我是觉得啊，这个图形作为契合，或者碰上就是实战的对局心理，总是要在右边下的黑棋，就是碰。当然有些变化挺复杂的，我们比如说最近的话，真相也比如说也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棋形。哦，加到那么远了。这个是原来是下了很多了，大家见的太多了。对。打吃粘上。黑棋贴起来。然后白棋在。白棋好像有。现在就不走了。原来都是吃的。就是因为这个不走了，觉得白棋还可以。就走的话呢，速度白的也不见得快。然后黑棋是什么挂一个，然后虎一个让它吃回去。这一代黑棋的配合也是不错的，但是白的可以先占据大场，比如说飞这个，比如说是手脚，有机会的话再来吃你，因为这一代可能觉得黑棋自己下的话不好动，对，因为你搬这个的话，这个地方要陪对手搬头，这地方有个断的话，这个头软，
不有棋手的下一手就下在这儿啊，就下这儿，对，缩回去。所以说不太可怕，那黑棋现象也不太可怕。那么这棋呢，因为这个图形这是一个，然后呢也有棋手呢是下在要变化一些的，下在这个跳啊、跳也有，跳好像大同小异。他如果跳的话，你是不是还是冲了战场？对，可能很像。他是要走远一点，远一点，然后呢，再飞住。哦，黑棋是要跳的，然后再飞。跳，因为你挡住的话，他就出头了。对，他飞呢，然后黑棋是冲断，这个结果就形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战斗。但是，应该说还是黑棋有利这战斗。嗯。所以这个可能还是稍微过分一点，这夹击。哦，那就压一个算了，压跳。压一个也可以，可以，可以。就选择那个棋。对，那么这个棋还有一个下法，就是做黑棋来说，还有一个下法就是反夹这个。啊、哦，那白棋是进角，然后也是大家摆个定式。这个定式，假如说我是觉得。对于这棋形我是这么理解的，应该说是两分，黑的绝对没有说不能下，但是呢黑的也挺难掌握的，可能因为陀嘉熙对陈嘉燮比较了解的话，就这一代的陈控的潜力要让陈嘉燮来倾销的话，他是很拿手的。嗯，就是换句话说，这个是先手，因为他会走这个或者走这个，这两个都可以。这一代成多少控，这个很多棋手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判断差个两三步是很正常。哦，那肯定啊。所以说，可能因为是陈耀燕的关系，所以陀嘉熙觉得不喜欢形成这个结果。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把这前提更往前推一点，就是你不要用这个布局。啊、这个布局的话，如果你不敢走这个，被黑白棋这么一飞，你又没碰又没有加这个，可能这个棋形上已经吃了一点暗亏了。对，至少我觉得在心理上啊，已经被陈耀烨就是已经得利了，好像就感觉陀老什么都怕，就怕这个怕那个。可能倒也这种有一点了，但是不是很强烈。我觉得那个陀嘉熙这个怕那个怕，但是他总是没有下。这棋不在这下的话，有点脱离主战场的意思，就是你整个的棋啊，都散了，就没有凝聚在一起，没有力量，神韵散了，是可以这么说。对，因为这棋是黑棋是实战是这么挂，那么当然保留一下种种变化，这个呢。其实反过来说，这样的棋陈耀烨更会下。他借三下，如果你拆盖的话，就是我刚才判断的这个右下角这一带黑棋的先占角的效率几乎已经没有了。没准陈耀烨在拖一个，总是不满意的。嗯。但是其实这个家也是很麻，现在是黑棋是拖这个。对，黑棋拖。嗯。但白棋这个家很大，很大。嗯。感觉黑棋的布局好像就没有什么，没进入步调。我觉得起码可以这么说，没有黑棋的，还没有踩准他的节拍，可以这么说吧。也有可能他们研究所有研究的黑布局、白布局，这个四个人全都知道，他们中信北京队四个人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呢，他想着这个下的话，可能也下不出来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他这棋形我没有见陀嘉熙下过。实际上这个是要下的了，不下的话，即便白的简单的跳过来，黑棋这两个字处境太艰难。嗯，走的全是单关，因为走这个的话，相对而言还是棋形上还是挺舒展的。就白但也没什么空。因为白棋要对黑棋有威胁的话，起码这个要慢慢的，要等他一招才有可能对他形成进攻。那么这棋他已经出头快，对吧？嗯。这棋黑棋是要下这手棋，啊，白棋现在还是回到左上角搬了拆二，这个形状
形状是这样，比这个比以往原来的老定式要、速度要快，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人拆一个在。对，这个是黑棋拆这个，拆这个是两可的。然后呢，他这地方以后黑棋还有这方的进攻，他这个就是速度快，这个也是现代围棋的一个潮流。如果说你扳脚的话，他又走一个拆啊。如果扳二，黑白棋又占一个拆啊。嗯，我觉得以前好像这样下的特别多，就觉得普遍觉得白棋虽然拆二连拆二，但没什么目啊。没什么目，他是这样，他的效率还可以吧？因为是这样，就是说，相对而言，白棋把局面下散了，我们都可以就是把棋啊，就是他的。走的程序变一下就可以有一个判断，就相当于是这么一个棋形。白棋得到了一个挂跟一个拆二，这是白棋下方也是挺从容的。因为这个白棋呢是在当然这左上角本来是白棋先占角，但是别忘了这个右下角本来是黑棋先占角情况下，现在被白棋等于先占据角控。对，所以这两个上面可以转换稍微快一点，但是我觉得左上角这棋形后边的两手棋白的也没有吃亏，碰一下扳一下也没有吃亏。然后刚才就是这样的一个三三的一个棋形，等于他挂黑棋这两个，白棋这两个，这个棋形呢，白这也算是挺正常的。对对对，把黑在黑棋的势力范围内走了个很安定的一个拆二。这个图呢，黑棋六位不满，所以黑呢也没可马上扳这个。黑棋是先从这边挂。对于这样的一个形状，到底是挂角好还是加工好？我想加工。加工的话，白棋会下什么跳还是这个？如果假如啊，这其实如果是跳的话，那他肯定黑的应该是走这个。黑棋应该说有所担心的是白棋是反夹。那我就小尖。你大概是不会跳，因为跳的话我也跟着跳。对。以后我这地方还有突过。对吧？你如果但就看这小尖之后的一个变化，能不能把它封进去是吗？有点难度，要封进去的话只有尖。对，再小心。对，尖当然这里这地方的白棋不会那么老实，比如说有这个被你扳住了，我藏出去被你扳这个，这是不可能的。啊、那还有什么召唤呢？碰这个啊，对啊，碰这个我就扳、啊。碰了。我想它活了没关系，其实我主要是想连上。但是你连上什么都没有啊，你怎么行啊？对，没走到东西。搬这个。本来是想让白棋如果他可以二路那样过去啊，那我就后了也就算了。这棋就是黑的也有一定的顾忌，就是说你如果封不住他头的话。那就是说打入的话白棋肯定是要逼这个，这是一个乱战的一个场面，但是也很有心情想打入。对，其实乱战我觉得符合陀嘉熙的风格，不符合陈耀烨的风格。是吗？感觉但是这棋如果不下在这儿的话，这个棋实在上这样被白棋走到这个拆，这个三个黑棋太孤单了，一会儿可能得自己就是没有目，主要是这个浮在上面没有效率，就是如果走这个的话也许还能通过战斗得到一点回报支援啊，这些对这个白棋这个下面棋形满意。然后黑棋就连角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反正说都是白棋所欢迎。爬反击对，下到这儿之后就感觉这个四个角都已经定型了。这个棋我觉得白棋是实在它是下的这，当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场啊，很大的地方，但是这手棋我也很想下这个。那黑棋就跟着跳吗？跟着跳，如果跳白的已经便宜了，好像我觉得啊，如果你跳的话这一带还有点保卫，我这一带还有先手的意思，因为完靠过来。
棋，对，我白棋，这黑棋当然暂时出先也是可以的。嗯，其实我小的特别不明白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小尖一个，那我觉得这小尖兵甲没什么用啊，因为永远都不可能是这样穿，就这么吃一个。暂时是不可能，但是你因为是这样，这棋你如果走这个的话，黑棋这个压是先手，就是对于黑棋的眼位来讲会好一点。然后走这个呢，你说这个棋永远是不可能是对，但是我如果有这个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棋子。但是你如果走这有，你这里有一个都没有，都是后手。哦，他靠一个就行了，我这个也穿不进来。是，所以说这个棋呢，完了之后呢，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先手，哦，可以有后续的手段。对，这个棋很大。看来我以前就是一直都就知道啊，这个形状是这样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啊，大家就是瞄着这个穿，然后就吃这一个。我想吃一个子，其实我也吃过，我觉得吃一个有不大呀，有些散客也可以吃，也不是绝对不能吃。但是这个棋把人家吃那么厚，一点意义都没有。有些散客也可以吃，这个棋反正是有种种的余力吧，可以说。这边有先手，也主要是。好像这个好像更，对，我经常这么下，更有更有余味一点。我觉得都是背的。棋形嘛，这是一种棋形，确实是这样。然后这棋如果走这个呢，他会不会怕他贴起来？也不是没可能性，就可能陈阳也觉得局面已经还行了，他是走了一个比较稳妥的一点飞。先把黑棋有可能张起来模样的地方先给压下去。对，因为压起来的话，如果你不下，当然这个跳还是依然很大。你走呢，其实是可以走。那再长，他虎一个。他虎可能有点缓，还要往上压，他觉得有点局促。那微有一点。搬，然后再虎回去。搬是这样，搬是他还要搬一下的。对，这个时候就感觉这三个子如果不怕死的话，意思是这样，你如果这个大哥要接在这，他要虎是虎在这，这棋形倒确实是，黑棋一手棋的话，哎对，但是你当然也不是空，换句话说其实也不是空。那让白棋下的白棋心情很不爽，那这本来就是间距就很窄，然后这还有。但是飞这个的话，那你说本身这个飞这个地方的规模也不是太大了，已经。那还好，就是不用被迫走这么多。刚才是被迫在这一直走，现在走一个之后就不用走。对，也有一定道理。所以说陈阳也是下这个飞，他是选择这个飞的。这个地方是同样是其实尖冲了一下，他这边是要处理一下，不然的话被尖一下，这边还挺大的这个边。对，因为现在这个地方他走这个有点不太方便，因为这地方有个顶，他好像只有走这个太委屈，对吧？这个梯形太窄，他要走也许还只能单爬。爬完再走，但白棋就在这地方出现了，没有走。这拆个二，自己拆，人家都没搬，他就拆一个。对。这边要走。这手棋我是很不愿意下的。不是有一手棋的价值吗？如果不下的话，白棋靠一下。对呀，白棋靠，但是，这地方怎么拆法？怎么拆一个一定就比这个手棋差吗？拆一个，拆一个。如果白棋不走，您不是还得走这儿吗？不是，我不走，我先暂时不走，我以后我有熟手的下法，不见得没有。不是肯定没有，但是因为是走这个的话，实战白的这个也是有点小严厉的。这手棋没走多少目，你即便被你靠了以后，
还有蛙。对，还有蛙。嗯，还好，因为蛙的话，白棋如果要把空撑到满点的话，是要在这边打吃，然后闷上。但这地方都断很严厉，断很严厉的。大王因为眼看着你这个地方的潜力就烟消云散了，被他藏在这里，这两个字还不安定。如果说你走这个的话，哦，那他就冲这个时空损失，你也送很多空，是。那这手棋可以 不用下黑棋，我觉得也可能也，换句话说，我的判断是不应该下。那在这边拆。拆也行，或者就先管这个，管也很大，先管了再说。如果你要进来，你也是个后手。这手棋缓了一些了。白棋进来，白棋把黑棋的要点白棋是想催促黑棋定型吧，因为这地方作为黑棋来说局部它是可以搬一下，白棋可能当时是会接，其实马上就会接了。那我就飞吗？飞这个，对，因为这个的话可能白的就脱线了，不要去跟着下，大家注意是这手棋就千万不要下。然后因为这边反正也没有空，也没有动下的话一点价值都没有，后手没价值，那白的就站别的地方了，比如说刚才说的爬了跳出去。黑棋是下什么的？黑棋脱先了。脱先，这个地方脱先了的话，拐下去局部来说关系也不太大。那这不就要被攻了吗？怎么个攻法？那我就算走这个，本来刚才不是飞了之后对对对对，大概是要飞这个。要攻的话，白的要攻，绝不只能飞这个。别的走别的，尤其是不能走这个，走这个飞的还能走呀。藏进去其实也蛮痛苦的，这地方被他一夹，跑二路上去。对。不过现在当务之急，这个破空也是很紧要的。白的是实战选择碰，大概这个是对的。现在要这边比这边重要吗？一般来讲不是下棋的时候比较忌讳，这边的话问题你下的时候你不能，基本上不能落后手，但是这个很难保证，就你如果现在就来的话，他如果压一个顶上当然这个局部有些变化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因为实战后来就出现这个棋形。现在那你就后手，我就不理你。那我这地方连一个纯空你有点受不了，因为白棋现在全局的话都是扁扁的三路空，三路这个对三路空没大空，这个唯一的黑的有个四路空，再加上这个角，这个实际上黑棋就显得有点庞大了。就这个当然你在外边定型完了之后，这个棋白棋来下呢，就黑的挺难受，就是对本身大，因为黑棋一直没安定。但是在比较紧急的场合下，这手棋因为显得太大了，所以白的也不敢随便这地方动手，对，有可能会落后手。白棋是先实战是碰。我觉得一般来讲大家不都说先下手为强吗？在任何场合下都是。那所以说我想着他这三个子比较孤单嘛，我这边人比较多，想看能不能先欺负他一下。对，这个当然是很想了，很想下。但是这个也特别紧迫，那这样就要被人家先下手了。他可能这个地方可能白的早就这么判断了，你什么时候拐下来我就一碰，也不让你成空他就行了。所以这个地方白棋从最初可能飞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这个小尖，可能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就他就准备心安理得的这么定型了。他觉得黑棋先下的话也下不出来什么明显的效果。对，因为这棋应该说黑棋总是这么定型的，显得这种碰整个这种夹是没什么好处的。那我就搬一下。搬这个都行，搬这个的话空时间他也拿得挺多的，他可以爬进去，这个也可以。你如果这个这样做活的话，
白棋满意，因为白棋这摆摆一个拆二嘛，还行，但白当然这个黑的也很厚啊，扳住这个。如果白棋忌讳他扳住，可以先挑，关系不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么破啊，这么扳，这么扳完以后，这个靠，这黑棋也是挺难扳。嗯，行动不太自由，因为这个顶啊什么都先生，如果退的话，他就算打一个顶上都可以。所以这棋一般还是会上扳，立，然后飞出来，这飞比较轻灵，拐呢是急先手，基本上是这样。但这个拐的话黑棋是会长，长，头还会在人家后面。这样。飞过来。飞还是怎么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飞有点疑惑。小心啊，这小心这个是吧？小心这个也有可能，对，也有可能。我跳这个也可以，也就出头了，因为这个飞，正好是被限制。这一带没什么发展，是不是往这飞就不一定，有可能往这正过来。因为这个正是有一点好处的，可能大家眼看这个飞是好点，准备穿一下，对，还有穿，所以正好像比这飞要厉害。因为那白棋是不是也只能走的？能走这个，出不了头了。这个挺苦的，我要不见得拐呢，我还可以走这个，对吧？这个、可以。所以拐这个形状好像总感觉慢。拐这个主要是这边没什么好的开拆点，是这个理由。有好的开拆点，他可能会拐一个，比如说一个好的拆三，但现在是不，这个不太可能，对吧？这拆二也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所以他没有采用拐，实战白的没采用拐。对，就什么时候采用拐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前提，就拐完之后黑白棋要有好的拆。你没有开拆，我要拐你干什么呀？我本来就不愿意往这里拆，我还不如先走这个。因为从棋形上来说啊，也有棋手下这个的。哦，就是当然这个棋形，那白棋再走一个就好看多了。好看，或者下这个也挺好看。可能比这个还好看一点。这个棋形当然是白的，算蛮清明的。那当然白的清的反面就黑棋，这个字就显得有点笨重了。那不走的话被白棋加一下，他也很快的就出头了。对，是这样。白黑棋现在实战是拆了一个，这手棋要不要下？其实也可以不下也可以，他先走这边。也有可能。但是一般的棋手都是忍不住，总是要攻的，还要攻一下。攻不着了，这一家不就已经也没攻不着，那他还是走啊。对，白棋就脱先了。不，他如果你要跟着走的话，他一个是脱先，一个还有可能跟着这边来，对吧？但是白的不会要这个。白棋现在在攻这个。就是在对已经稍微倾向一点右边的情况下，白棋这个实际上还是挺不错的。这地方是有一个前提了，就是当黑棋压这个的时候，白的必须要顶上，这是肯定。顶上之后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白棋黑棋如果这样点压起来，然后他再踢，对，他可以扳了。然后你断吧，我在顶上了。那我就看懂为什么不能退了。退要不要增掉？本来想说这为什么不能退呢？那现在就看出来这个征子。对。对，但征子之前要先立一个，对吧？立一个，那当然。不然就被白棋给滚过了。不过，如果真的是你征子有利的话，白棋是不会顶这个的，白的肯定要搬这个。这个白棋还不会说崩溃。这样的形状，如果你顶的话不太一粒，那这样形状肯定也黑棋好，并且能把这个吃掉肯定好。但是它这个形状不好啊。形状不好，我这个白棋太扁了。这形状不是不好。也没关系，厚有木，其实这木挺大的，黑棋都按长的木。
白棋也没走到什么，就是这个子不能随便被人家踢掉。哦、所以我去压一下也没什么，但是你压的时候我是要顶上的，这个绝不要下成这样。但是白黑棋是不是还是这么下好呢？也有点可能性的。然后再然后加住。白棋只有吃。只有吃还是直接吃下边？因为你这样吃被我二一般也是先手。那就吃这个。对，是这样好吗？这样和这样吃成这样，但这样如果真这样的话，黑棋下面怎么也做不活了。然后黑棋呢，下面武器很难下，你很想下这个，但是白棋这个跳点太好了，一路跳过来，这也没做到什么。你要走这个，他就拆一个。以后可能还有一点点要受攻，这大概黑棋不太好。对，总是这个也没摆全之前都是不太踏实。那是实战黑棋的下法也是蛮有意思的，他点到这是吧？对，压都不压。那白棋只有接，这是肯定的。那肯定要粘上。我们来看他一下他想干什么。对，贴的时候我搬呢，如果搬他断我就顶住。顶住他可能就准备这样了吧。啊，就这样搬住。那总是白棋便宜了吧。总是他还有什么呀？我没看到他还有什么呀。这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是脚里打一个黑棋就活了。因为最决断一点的话，这个局部在虎在这就是黑棋的两个铁眼，我觉得他可能就想下成这样了吧，一路这个打掉。他头都在外面，他有什么怕？他就这两个没有交换，他觉得总是好一点吧，是吧？头的话，如果白棋搬的话，白棋搬完顶上黑的还有什么办法？你帮他想想看，我是没有看出来的。他如果不是想打拐打的扳住，他还有什么想法？那这个莫非这个也是在他们研究之中？但是所以说他们非常有默契，因为白棋也没有扳嘛，所以就非常默契的想，我这扳肯定不行。也不见得肯定不行。那白的还有一种可能，也白的觉得这个更好，比你这个扳还要好。我也觉得这个棋很厉害，好像黑棋不太成立似的这个下法，白这个棋太厉害了。对吧？金对不是，金你这个打、啊、我这一段，这个非常就是明确的，就是我这个可以增掉你，对，然后对吧？然后能吃，我下面能吃。另外，可能有些棋友也看见了，这地方呢、是白棋能扳过。对，但这个滚过黑棋也是非常的不好。你就滚、好像以前有个定式类似，但是现在白棋是不是就粘上了？就粘上。那个时候的定式白棋是长的，但现在就粘上了。也不怕它吼出来了。吼出来也没用。吼出来没用，对。这个这被一吼，感觉这一团黑子，太苦，简直负担太严重。对。而且还没活。不好，不好。这子是不是只有压？压被人挖呢？挖了我在下面打。在下面打。对，当然不能打这个，打这个不成立。对呀、能打死你，我当然打了，但是这个打是不成立的。对啊，被小尖一下一打一抽气就行了。对，这个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地方一断打不行。但是黑的就下面打。那这黑棋有点太苦了吧？对，特别苦。而且这边还得再走一手，不然不活。不然怎么不活？等会儿。不然你说不活是这样。我打吃连扳。对，你就是扑一个，打吃。接上连扳这是个打劫，你知道这个我说劫。这黑棋不好，所以说黑棋不能滚过，黑棋不能滚过又不能接这个，所以黑棋。我觉得是不是崩了？
有崩溃的。对，说崩了当然是说的重了，但是也差不多了。你得拿出招啊，不拿出招怎么办？因为你简单的这一带随便走一个啊，这是对着脚里补一个的话，黑棋不是亏的这个太大，亏到找挖国去了。嗯，是损失惨重。那可能是不是他忽略了这个棋呢？不会吧，我这个，但是你是忽略了这个棋是吧？应该也不会，我觉得忽略这个棋，如果真忽略这个的话，那个沱江西的状态也太差。但是他正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黑棋的下一步怎么下，已经好像没有好办法了。对，哦，原来他是巩固不行吗？对，本来刚才我看这搬了那个顶住已经挺好了，没想到这更好。嗯，那早知道黑棋还是把这一下压掉算了。压掉，但是你好像也就再点是吧？对啊，哎，而且啊，你这我就觉得这样的形状，单班它接上你很苦啊。单班接上和刚才就是压了一下，那还是压了一下，这不是顶吗？然后搬一个，粘上。刚才送了两个之后，就多了一个这个搬，然后我这是活棋，如果我不送这样的话，和那个怎么样？但是你活不了啊，你这脚里不活啊，现在脚里少个扳，它目前不是进活，但是我这边也不用损这下，那你还得往外走，就是往外走的话，我觉得不如单走。我是觉得这个是黑棋的正招，压一个一跳单走，这是黑棋的正招。那白棋就虎一个。那黑棋怎么下呢？还要再走单关吗？可能还要走一点嘛，或者走，比如说走这个，你跳一个，然后再跟着跳。大概就是这样会。因为这个下法我看不出他有好的后续手段。我觉得怎么这个局部怎么看啊，似乎黑棋都不是特别满意呢，都没有好的形状可以下了。但这个连续走单关，似乎。我们好像也觉得不太好，不太理想。难道就给黑棋找不着一条特别好的路？黑棋特别好的我也没找着。反正实战觉得更糟糕。实战因为这个棋它没有好的后续手段，我没发觉它有好的后续手段。这样。对，主要这个星位这个棋啊太严厉了。这只能挡了，现在也没办法了，只能下这个，还要被断。然后可能我觉得下到这儿的时候，沱江西可能有点为难了。没办法。对，这样，在网络上我看直播的时候，我看到这时候，我真的觉得呢，我往黑棋想下一步怎么办？因为这种场合的话，不是我自己下棋，可能我心态比较好，比较放松，看看那个到底会出现什么样，也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稍微有一点，确实是。看看你黑棋到现在还有什么好办法？看有些什么招？但我当时是没有想到。是实战的这步棋，我觉得大概还是会靠这个啊，靠这个，那就跟着下一个搬我搬，你因为这地方你都不能走，对，因为这个粘，我这个都是先手，大概退，我退了之后，我又觉得好像黑棋还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也下不出好的办法，对，因为他还是不能随便滚这个。滚这个的话，我又要看看黑棋的，就是不是说这个，这时候我就搬这个的时候，我一看没看出黑棋的下一步下在什么地方。当时我以为这个靠好像还行，因为你现在如果走这个，白棋走，黑棋滚，白棋提，黑棋叫吃。但现在白的不用接了，把它抠掉，对，白棋接让黑给黑棋成为好形了，对，虎出来。那这个那一走，他应该这个提。
那白棋在一起。对，白棋在一起。这个图应该是白棋好。对，这边这么厚。对。所以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是当时就是这个局面放在棋盘上的时候比较为难。我想我帮黑白黑棋想多的话挺痛苦，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估计肯定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产生了什么错觉，托加西不知道，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如果您觉得这个棋形黑棋非常为难的话，我想呢当时他坐在棋盘前他更觉得为难。不知道什么地方他这判断有些失误吧，我就太觉得对过高的判断看中了这个碰。对，或者是昨天那盘棋蓄力的阴影还没有调整过来。都有可能是。碰这个白棋就下边搬过就好。搬过其实搬是没有搬过，它必然是要连搬下来的黑棋。如果上搬的话它会顶过，是吧？上搬可能太松缓了一些，被它搬过。对，这样它就活了。不满意是吧？对，有点不满意，因为白棋还是补也不知道怎么补。没有这个他后来下班显得严厉，因为白棋的下一手有点困难，有利他可能吃这个吧。对，好像还是让黑棋把这边让黑棋定型，然后白棋比较心安。对，他是下班这个局部，这手棋是最强的手。黑棋呢现在既然碰都碰上去了，他也只此一条路了。打吃。但是黑棋这些局部啊，这一带虽然有先手，但是也没有一手就能把对手封在里边。我小尖你得花两手棋啊。那我轮不着你来下呀。是对，你说的是等于是他要走这个。对，我说的是一手就是有一手一走就能把你封在里面。那没有，正好差一路。对，这个对这是先手，但是确实对。然后呢这个争子又不利，如果说黑棋这个争子如果能有利的话争掉，那到棋形上也是挺好的，也可以大规模的围攻这四个。对，不是，可能我觉得要围吃，就把这几个子吃掉，因为左上角肯定是黑棋肯定是要牺牲掉。实战就是这样。他连扳，他打吃长出来，白棋吃掉，然后黑棋是断打了，是吧？对。但是就是很遗憾的是黑棋这个争子还是不利，你什么时候争到他要跑，所以他只能拐打这个。拐打这个外边的味道还是很不好。拐打到这儿的话还能围剿这边的四个子吗？但是他可能白的正好通过藏出来的借镜吧，可能把这个一块带着就处理好。对，还好这个棋黑棋这可以爬。它可以搬下来。那黑棋只能把这吃了。然后跑一个。这个是必然的，他拐打。粘上。对，这回白棋在一跳的时候发现黑棋想攻这块白棋没那么容易了。白棋这边明显比黑棋这边强。是，对，确实是这样。黑棋因为这个地方刚才说了要花两次才能把它封上，比如说要走这个。对，这个时候其实我挺想走这个的。对，那是可以走啊，但是走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就可以做。那我再过来。过来你过得有点大，不能走太大。想卖到他前面嘛，所以我就想。有这个我那个把你分段你。
有风险。对，回退一路，回退一路他投在你前面，可能这样的定型啊，黑棋觉得左上角的这个时空损害还是太大，黑的还不够满意。那就是，但是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攻到白棋？就这个图也是黑棋不满意，就是这样。哦，那这时候黑棋有什么好办法？黑棋确实是要想想。我准备把这个难题交给大家了。想想交给大家吗？对啊，把难题交给大家，这个态度有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下。好吧。现在黑棋可以说是面临困境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扭转一下。有没有先照你的话顺着说？有没有黑棋有没有摆脱困境的好招法？对。嗯，因为这棋。对，你左上角眼看着就是实地的损失，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去挽回。对啊，因为这边有若干的先手嘛，然后我这边也有先手，因为他要做活，他能不能就是围剿这一块？我想这个从接下来应该是黑棋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看这个环节了。如果再不能扭转的话，这盘棋可能就要输了。是这样。好，那把难题就交给大家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通过刚才的这段时间，大家这个难题有没有解决？我估计是不好解决。因为这是不是，如果象棋的话，这算不算残局啊？可能还不完全到。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大家可能也不好解决，因为陀家戏也没有解决得了。那对于我们来讲，这更难了。对，这棋就是刚才说的，其实我就是这棋形出现的，就是藏在这儿的这样的一个棋形，跟这个子的这个关联度啊，我总觉得就是差一手棋。啊，如果就是比如说我一手棋能飞注是先手的话，对，那我就已经把它封上了。比如说我这有一个，再在这里下一个，这是黑棋的理想性。比如我走在这里，你要补一个，我这还能走在这里。对，然后他再补一个。对，这样这个黑棋的形就比较美妙。现在刚才我说的是只能是下成这里。对啊，这就明显有。以我们刚才看的是，然后。这地方还只能一个小尖，然后当然可以白的做活。刚才你老想出头在前面。对啊。这个感觉是对的。我是想这样，然后您跳了再飞。但是就是有危险，白棋可以有反击。但是你如果走这个的话，对对手没有毫无影响。倒是也能把它封进去，飞一个仔。又有问题了吧？这个老想飞啊。这个又要被冲断吗？对，有可能。因为这个地方有个点的话，它跨断都可能有。那就是说，这个两军交战的时候，虽然这边的人比较多，但是对地形不好，对，自信棋形不厚，这些棋形不厚，这个地方下不出好形。我想了半天也没看出好形，所以后来的话，这个地方实战是。陀家戏跳，他保留一些变化，因为他不肯这地方走掉，跟白的脚里交换，因为他还想保留以后滚过，毕竟这目数大啊。但是这个地方白的实战跳在这儿，跳在这儿的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等于你走这个的话，我等于我靠出来一个，白的等于靠在这儿，靠在这儿，你看看这个黑棋怎么通连。连不上了。对呀、啊，就是，换句话说，这地方我是里边要有一个，你走这个是先手，不说我还要走别的，先去补，你已经不好连了。对啊，搬的时候长两个断点。所以，这手棋也是很强硬的一步棋。对，而且有了这个破坏了黑棋的棋形了，可以说黑棋的这个图就没有了。对，也不能滚过，也没有。现在滚过吃掉就死在里边，全部死在里边、啊，所以这棋黑棋依然没有摆脱困境。那现在黑棋就是看看能不能把这几个子弃掉，然后攻这个断尾求生。他是弃掉时空太难，他是在弃。他走这个，哦，这个为什么还有断点呢？这个是这样，他就是想走这个之后，啊，把它扳住啊，有了这个不就可以扳住了吗？你没有这个的话，白的一长，黑棋糟糕了。
要不这个就被冲出来了，所以他先预防一下。那不是还是想要这个吗？不是没有想弃了这个攻这个吗？不是，他只这个想对这边产生一些影响，对，因为他这边实在是不好走。再跳呗。啊，你说的再跳，哎呀，再跳实际上白的，我觉得就白的就这补掉也可以。那您这块不怕死吗？他活了就行了。再走一个。肯定能活吧？肯定能活。你不会有问题，这眼位很风险，眼位对几乎没风险，眼位很丰盛。这个先手这个也先手太多了，并且这个只要这一带的实控太大了，你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和他来对抗。因为你比如说普通的进攻，你这边就是稍微吃一点残渣余孽的话不够，完全不够啊。我这手棋呢，但是。他也有一定的想法，可以说有各种的这个有这个，然后这地方有挂，慢人打吃呢。他想再抠出去，然后提掉。对，你说的对。然后他，你看他是走这个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个，他打吃，实战就这样。然后他的刺线不好下。按我说的话，我觉得他是应该先挖这个，但是一挖这个，他也困难，是这样啊。你再走这个的话，他会提这个，你又不知道怎么下，倒也是也对啊，你这打过这不是打他打通就行了。哦，本来我还想仁慈的长，您将我打一下，然后我就想，那这个也可以，而且没什么大了不起的嘛。但是你这个有点太仁慈了，因为。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什么？对自己的残忍啊！你看看啊，你要这么仁慈的话，你一个不留神，哦，出问题了。对他要搬这个啊，对，这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确实。啊，对，你看，本来我就觉得我尝一个打一下很。还有棋，你只要你人家跟你没玩，对，你跟人家玩了，人家跟你不玩，所以这个不。这不行，但是这个棋王他再打白了这就行，你试试看打这个就行。吃这个。你要提掉这个不行。很痛苦，黑棋很痛苦。黑棋为了这个挖能够成立，他先走这个。先走这个哦，对，这个是要走。对，我现在不能挖这个。现在不能挖。对，挖这个他打吃先手。没有。所以那他要把它吃了得了。吃了得，肯定得吃。成。这个空太大，我都这样的空，我都有点不好意思点目去。一个四分之一，小四分之一就这么弃了。因为这是一目了然的，就可以看出来黑棋空不会够，黑的虽然是有所收获。那感觉小五十目。现在就不能吃了，不能吃，对，就被人家吃了，冲出来，这时候白棋就真他就等着就这个，那这个就不用吃了。哎，那我下面吃一下吧。下面吃一下，对，他马上就下面吃，他走这个，退。因为准备弃之前，肯定下面该占的便宜先占，然后退这个是吧？然后冲出来。然后把这个挡住。现在这个黑棋的时空是不是已经大差？应该说是完全不够。我们可以来看一个角，这有五十目吗？白棋？我感觉差不多。十目，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41、42、42、4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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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也是嘛，六十出点头，六十肯定会要出点头的。嗯，再把这边加一个活期，就有一个小六十五。这个啊，你要是不能算那么多，你可能还会欠一点。我想着那总得算人两眼吧，两眼就已经两目。两眼，但是你做两眼的过程中。那个不能随便点你有两目棋，你有两目棋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损很多目，然后那就算六十出点头。对，黑棋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32。嗯，没了。这是32，40是吧？这是10、11、12、30，数是78、19。啊，对，这个是29。对，30是42。那数78、19，50目强一点点。50目强，60出点头。嗯，这盘面盘面不够，就空啊，盘面不够，可能黑的只能说寄希望攻，猛攻。但这地方不好攻，白的。这个有先手，这个还有点先手意味，我还是跑出来，这眼位已经挺好的了。那除此之外，黑棋再也找不着可以胜利的道路。嗯、对，但是黑棋是痛苦。对啊，他只能是猛攻这块。白棋下的很强，还压。压的话，它有一点好处，它可以搬了，连搬下去。那这就活了。所以这个压是先手，嗯，他立下，那他是靠，靠应该说承诺也挺好的，因为你进去的话，他正好一虎，等于实际上相当于黑的这个棋是要和白棋做交换掉。哦，他原来是只是想虎一个，我还以为他可以搬啊。搬这个有点没有必要，他放回去了。你不会跟他打劫吗？现在不大可能。嗯。犯不着，起码是。然后这个地方连回去有眼位的，我觉得这个连、啊、这个破，这个因为你要走这个的话，你这三个宅没有完全联络，我这个是先手，那我今天出头就行，是吧？就这样。那就说这一靠一个之后，这个眼位白棋已经很好了。嗯，出头已经不成问题，或者说是活棋已经没问题。嗯，挡一下。他是挡这个，这个是先手，差不多。啊，对，就搬了，打了一粘，他就不活了。搬了，打了一粘不活吗？那不是说先手吗？利我大，哎，大飞不行啊，大飞一挡就活了。他是活的，对，这样是活的。那为什么刚才说是先手呢？是不是利不太活？利他也走这个，嗯，单利他走这个。那怎么吃啊？活棋，只不过活得比较委屈是吗？那当然很委屈，就是刚才那样的话，这手棋也特别大，我大飞。对啊，然后我再尖回去。嗯、你挡住，对。啊不，尖回去他可以吃一下，哦，并你了。嗯，对。你这两手，我这个还该着、这个、该着，我先不马上下，这手棋特别大。活是好像是活的，还不见得是会死、嗯、但是要被人家扒两层皮、嗯、刮成两目，还要被人家以后这四个两个仔盖在人家嘴里，所以跟着硬了、嗯、这棋就是现在目前盘面上就这手棋最大。嗯，没什么好办法，加这个加一般到处寻找，一般是上班了，但也其实下班一个，因为这个局部目前来说关系也不太大，不会出什么问题，应该对自己通联肯定保证没问题。 嗯这个也是，这个赢棋不闹事、嗯、不会有问题。他冲过去，他跳出来，跳出这地方，这边要被顶死，应该是有这一招。碰，这碰是搅局。啊，对，这个就碰的话，他比如说他可以走到这里，那就唬一唬嘛。对，他就有一两个子啊，对进攻中央可能有点帮助。这下边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不，陈阳业好像也是蛮有意思的，碰见这种碰总是下面掰的。
安全。对，以后跟他下去洗手，对这点要有所了解。你要碰他的菜啊，嗯，你要碰进去的时候，他总是二路班。嗯，那问题是二路班这两个场合都合理啊，这个二路班和这个二路班，嗯，好像都是当前最好的下法。合理是合理，但是也不是说绝对这个就不能搬这个。问题就是是这样，刚才也不是也没有一定说是不能上吧，他比较早其实碰到这里是，那这不是给人家这个捣乱的机会？对对对对对，下班比较稳妥。那继续攻小金。他也有一点防守的意思了，这地方被刚才说被顶，可能三个都要丢了。不过现在白棋的头在外面，要想对于有这个寄希望于攻击这块白棋获取多大利益，很难。对，这个还要补吗？这个要跑出来，十几目棋，然后加个厚薄，走这个，其实走这个你也没什么，他就跟着你走，这时候其实早晚你要走，所以他还是马上就走回去，补回去。嗯。然后白棋在这小尖一个，还不依不饶，就是有点不依不饶。实际上的话不见得是要下，我觉得啊，出头就好了。对，他不想顺便就是走这个时候就连回去，但我是觉得单跳也挺好的，因为这个绝不是个什么情况呢，因为你搬不住我，搬住我是可以搬出来的，你这个地方也打了力，所以我单跳的话，我可能还有别的一些先手，比如我以后可以走过来，这样走过来，对吧？不见得要这个跟你交换，莫非他想哇？有吗？有一点点可能性。那黑棋你要吃这个，他吃走这个他长，这样子一个断。当然这一代要有此。现在已经攻不着了，那还能好飞一下尝一个。我觉得现在彻底的失去这个想法了。 对这块棋那已经跑得太快了。不是，如果你对这块棋已经没想法了，是不是应该说对这块棋应该也没什么想法？这棋以刚才的我们点目的差距比较大，盘面都差将近十目棋。那左上角这空实在太大。对，四十目出头。嗯。本来我还以为这一个角都五十目去了，还没有目测那么大。嗯。逼住。白棋都优势这么大了，还老？对，还不肯中间走一个算。这个还是让黑棋断念。嗯，这样黑棋是不是还有念？这个这样的棋是不大肯下在这儿，不能那么围棋。对了，您刚才说我这个是先手，不是绝对先手。我有哇，你哇。他是不行，他可你这什么都没有，他吃了你断他提掉，你就吃三个，就给吃三个。吃三个的时候，你是我要活起来的时候吃这三个特别大，我已经活的时候吃三个就不太大。不像这样的棋是必须下的，因为或者是就是应该这么说，或者你从此退出棋坛了，你就下最后一盘棋，你赢着最后一盘棋，你可以下来这。我这盘就赢了，我就行了。嗯，因为这样的棋，你有关江湖上的名声啊，不能这么下棋。赢了，或者说是为了下一盘，也要给对手一点威慑的力。这个棋，我要痛打碌碌谁，我赢的还多。看准了，这个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就唯一的，现在全盘唯一的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不安定的因素，但是这边还有好多先手。就是说，我们看啊，这个是先手。这地方有啊，嗯，黑棋不太好分，对吧？这个也有先手，这个有啊，所以说这个当然也是先手，不会有问题。做眼的时候可以挤到顶上，不会有问题。然后这地方有个后收眼，你看见没有？
看到了啊，对，对岸了，然后打了这有一个，就是断打了，送一个，啊，又后顺，所以白棋这块也挺厚的，所以必须这么下。这个如果下这个的话，所以完全没有算漏的，就这个，行，以后我不能下这种棋，不能下这种棋，对。现在黑棋跳。不，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意思有点相像了，就是，虽然有点玩笑的意思，但是有些棋啊，你老下这样的棋，你的以后你下棋的时候没有对手怕你，这对手要有点怕你，这个就这点怕也值个一目两目棋，他有些棋他不敢下，对吧？对啊，就像是他们，比如说这个飞的时候，那个如果这种碰啊，他知道他不会下。对，是，你看那黑棋只敢跳在这儿。如果你知道黑棋只能跳在这儿，你肯定要抢一步，不会补了。那白棋方方心心的靠出来。对，这个是不是还有点先手味道？起码你不能反接吧？起码你这个不能成立吧？啊，那这都是对吧？我就断上了就行，这一打出去，这那些什么都来了。对，活多了。他是搬这个。长。顶一下。你又往前，但不顶也不行了。顶完之后，这个地方就出来了。现在也不用走别的了，他就可以直接挤断你了。那我要补棋，对，这肯定要补，也没有补棋，他这样补的，这样补也是后手啊。冲的话，人家补到这儿一样。那他怎么否则怎么补啊？反正总是后手要补一个，他粘上，然后再冲一个。不冲就冲不着了，背棋你冲不着了。啊，你要补这个去断了，这个冲。冲的话，照理这个黑棋也是后手。对啊，这还有个冲断。对，那这黑棋还能不走啊？黑棋是不能不走，但是我反过来也要这么问，这黑棋还能走啊？黑棋如果再走，这个是吧？白棋拐是没法下。反正其实话是说回来，是没搞定，你这棋就胜负是定了。对，这时候可以换我上。换你上下白棋是吧？应该也是不会有问题。对啊，都活了，我就安心了。对。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这棋黑棋岂不是没有机会？你现在是没有机会，你现在还要有机会，程咬燕怎么射得了？确实，白棋是通过哪个战役？就这一个战役就决定最终的这个长棋杯就到手了。这一个当然，这个是对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左上角。那布局，我觉得黑的也有点没体现出先行的效率出来。对这个新无有角好像比较失败的，这手棋也挺缓的，是吧？这个对，然后是就当白棋挂在这的时候，黑棋这一带是落了个后手。就是黑棋这一带进攻落了后手，又让白棋加了一手棋，你就变得有点苦了。后来就是找不到好的定型方式，就这样来了。这样来的话，我不知道陀嘉熙是不是有所误算。但从结果来看，他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就是把这个几个字处理好的方法。对啊，看着好像白棋很容易就处理好了。对，后来还是就是特别蹦蹦的，这么还这个还要损掉，才吃了这四个，这是干木，这四个字就八木，加上这两木十木棋，啊，我吃掉这个十木棋，然后我还有这么多的虚空，所以这个损失太大了，惨重。现在如果黑的不能有特别的，就是进攻上有特别的收获的话，根本就不够。对啊，我觉得我都不怕了，看看陀嘉熙他还有什么招，看他还有什么招，他压一个。
那有很大问题，搬也不会有问题，这有断点，你要断我的话，我就断你了。而且这还有断点呢。对，是啊，是啊，所以黑棋断点很多，黑棋开耳碰。嗯，这个你怕不怕？嗯，这个这不是说遇到任何这种碰哦，拆二的碰是下班的。嗯，那这个碰也下。也下吧。对，嗯，他这个先守住空，先守住空。穿鞋的怕光脚的。嗯。所以安全最重要。搬这个。搬这个想干嘛呢？补这个段吗？嗯，他想把这个段补掉，然后这个地方再搅，对吧？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这个段，这个扳本身是先手吗？嗯、因为我现在已经在想，我下的话，你下的话，对吧？对，也不。你现在只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看清这个他搬是先手吗？对，这就对了。如果他不是先手，那我就把这边一补就行了。对，是。对啊，他想干嘛？这边看清了吗？应该也看清了。陈阳燕是看清了。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这个、马上就虎上。哦，那就没什么棋。对啊，我确实觉得这我都那么厚了，嗯、还有什么棋？对。这一壶，这个是让陀嘉熙断念的一步棋。嗯，而且就算这边有点什么棋，我再把这个再冲断。不是，有棋就连着一块活了，你冲断没用了，不能有棋，是没棋。这个计算太简单，因为陀嘉熙实际上早就觉得这个形势已经基本上就是对。就这么一补，嗯，他是打吃这个，他打吃吗？打吃吗？他想打吃，没打吃，他冲，啊，他冲，打吃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嗯，对，什么也没有，气也不够，打吃提冲断差一气，对，至少这个是差一气，至少，对，至少这个。嗯，这个确实没法再继续下去拼搏了。嗯，那这个就是本局的最后一手棋，这黑棋陀嘉熙投子弄斧，这样就是陈耀烨是获得了第九届长棋杯的冠军。但是之前陀嘉熙应该是拿过冠军的，第七届的冠军，第七届。嗯啊，陈耀烨是第一次进入长棋杯的决赛，第一次。嗯。陈耀烨可能给棋友们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他在 LG 杯，哇 ，LG 杯的国内比赛，我这可能天元赛上的啊表现，对，现在他还是保持着头衔，嗯，他对崔哲翰这个啊印象深刻，而且崔哲翰经常说他认为陈耀烨是中国最厉害的棋手。这个因为对他胜率最高，是就是对他胜率高，他可以这么说呗，没问题。这盘棋我觉得陀嘉熙是完全没有发挥，怎么感觉像第一盘陈耀烨的状态似的，有点迷糊是吧？对，迷糊。因为在我印象中，第一盘陈耀烨就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战斗就输了，嗯，但这盘棋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其实也不能说有什么战斗，因为黑棋，因为这盘棋没有过，对黑棋来说，他基本上还没有真正的发动过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是吧？这棋通盘没什么特别的战斗，最主要是左上角的棋形太难受了，踩不到点了。黑棋无论如何踩不到点。这个一定是从点的开始的下法被白棋断在这里，后面的步调跟不上的话，就吃亏会很多，或者说会局面会很难下。对，感觉黑棋该站，你看这边呢是白棋先走的，嗯，他这个一飞他脱先了，在这边走，然后这边呢是白棋该占的便宜占了，可是看到这个局部黑棋连走了两手，说便宜也不明显。这盘棋最简单的说，先机反而是都是给后走的白棋占尽。嗯，
哎，你看看这个地方，白棋是很敏锐的，先手触了几下，回到这个。然后反观这个黑棋呢，好像各处行棋啊，都有点木讷，我总觉得这个地方其实也不见得要一定要下，就是走一个加了尖上白的突现了，就这边走。那这手棋，我觉得应该说是布局中的还手，是。那如果通过这盘棋，那是不是总结出来黑棋布局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套路，就是说必须要不仅要发挥自己的先招效率，还要把自己的阵势摆起来。因为这盘棋我就觉得先招效率能发挥出来就是黑棋的这个阵势没有摆起来，就是一个无忧角。如果是只有一个无忧角的话，那这个速度没有快反而还慢了。白棋的速度都挺快的。对，黑棋实际上因为现在的是大厅嘛，所以黑棋来说其实对黑棋的布局的要求就更为高一些，一定要走出很充分的效率出来。对，我觉得哪怕就是摆一个他们两个人天天见的也没关系。虽然这个陀嘉熙下的少，陈阳业下的也少，但是这毕竟两个人确实。这个棋被他一飞的话，被他尖到三三，我觉得陈阳业也挺会下，很擅长这么一个下法。我不知道这个棋对右下角这棋形啊，黑棋最初是心理上是怎么准备的，就是挂一个一飞，被他一飞就脱先了，然后简单的一定型呢。他没有效率，黑棋因为这个地方被白棋放一个拆二，黑棋这三个子太干了，一点水分都没有，真的是这样。看来这两个队友虽然是朝夕相处，但是陀嘉熙对陈耀烨的了解还没有那么深。是吗？那既然是陈耀烨很喜欢这样，他为什么还要？也许曾世杰会了解太深了，可能他的心理上有点顾忌太多，可能反而导致了一些技术上的变形，可能是会有。这盘棋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像陀嘉熙下的棋，非常非常不像。虽然这些手段像顶了一个以后，这个顶这个挖几个，这个好像也是优势的时候的下法，对吧？双一个让这个都给你吃掉，然后我还损一个才能有个这个挖，吃掉这四个杆子，实际上三个杆子就基本上就没戏了，全盘啊。怎么做也得想一点别的办法。对，这个就没这个就是说这一代黑棋下完实际上已经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可以这么讲。那这盘棋是陈耀烨的完胜。哎，是这样。那我想大家呢，反正欣赏了这盘棋，虽然就觉得是陀嘉熙机会少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学到陈耀烨是怎么能把这个局面能从优势转化为胜势。因为毕竟赢一盘棋不容易。对，你说了这句话，我又想说陈耀烨这盘棋赢得太容易了。是吗？就是这个，有那么容易吗？你说是赢一盘棋确实是不容易，但这盘棋确实陈耀烨赢得容易了一点，就是这样。所以我还是稍稍感到有点遗憾，因为这个毕竟是昌棋杯的冠军争夺战的最关键的一盘棋。就是奖金目前的40万人民币的冠军奖金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我们棋赛中最高的了，对，但是也算比较高的一个棋赛了。最后这个决胜就下成这样的话，这个替陀嘉熙感到惋惜。对对对，我想说陀嘉熙肯定比我更难受。对，要难受多得多了。这个我已经很难受了，看到这样的棋。那好，那个毕竟还有一个人高兴嘛，陈耀烨肯定今天是特别高兴，而且他马上也会要下那个世界比赛，对，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心理状态。他下个世界比赛没关系，全都是内战，也是我们是百灵杯的内战，是世卫都是进了四强的，都是中国棋手。对，这是一个好消息。对，当然我们总体上总是都希望中国棋手都能保持好的状态吧，给棋迷们奉献出精彩的对决。
好，那我们恭喜陈耀烨的同时，也好好替这个涂鸦西惋惜一下。还好好惋惜，我好好为他加油。好好为他加油啊！那好吧，那就他只能下一个比赛再见了。好的，那我们也下次有机会再和齐鸿再见。好，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